塔尔阿杜恩执行官，你对安提奥克的防御让我重拾了对圣堂武士的信心。我承认帕萨达尔的叛逃曾动摇了我的这一信心。是吗，阿尔达瑞斯？真希望仲裁官能更相信一些我们圣堂武士同胞。帕萨达尔，你去哪里了？安静，仲裁官，没时间可以浪费了，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。如你所知，异虫在人类星球塔桑尼斯被毁灭后就消失了。虽然最高议会命令我重返家园，但我还是留下静观其变。我注意到一个遥远的名为查尔的星球上传来的巨大灵能力量，很显然还有别的势力也响应了他的召唤。在查尔，我遇到了我们曾经的同胞黑暗圣堂武士。你竟敢与堕落者为伍！够了，听我说，执行官，我从黑暗圣堂武士的领袖 Saratu 那里学到了许多。主宰对部队的控制是由被称为脑虫的媒介来进行的，消灭这些脑虫，那么虫群就会崩溃。执行官，塔萨达尔也许是对的，如果你能牵制住那些异虫，我的部队也许有机会进入他们的防区，消灭可恶的脑虫。希望我们能相信你，塔萨达尔。我已经感觉到了那些堕落者对你思想的毒害。你必须马上回到艾尔。我的所有考虑都是为了艾尔的安全，而不是最高议会的判断。等时机到了，我会回去的。输入指令，让我发挥作用。米托纳，为了复仇，启动中。纳卡祖，为了复仇，血刃。加拉赫斯罗斯。为了复仇，米托纳，血刃，洛克派，你的战士正在你的野兽人启动中，洛克派，启动中，洛克派，米托纳。让我发挥作用。
升级完成了。你必须建造更多的水晶塔。升级完成。
功。输入指令。执行官，我们到指定位置了，等候你的指示。我渴望战斗，你的命令。我必须建造更多的水晶塔。为爱而战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为爱而战。萨克拉达斯。伊萨特。传输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回到要塞去，等异虫开始骚乱，我会通知你的。